我回来啦！好，等我一下，我放外套。差一点就怎样？差一点就已经僵僵了，不是？差一点嘛。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好了，我回来了。好。啊，杰超在洗澡。好、啊，没关系啊。他洗澡。我们，你不要刷珠子吗？对啊，所以我说我们先去打、啊。走啊。回来等一下，我跑去外面升好感度。哦。跑去外面找妹妹升好感度。妹妹。看一下金狮子装是干嘛的，好像跟蚕爪一样吧，钢刃。哦，防具，金色，星眼钢刃。哎呦，对啊，就蚕爪装的效果。哦，好可爱哟、哦！那种金狮子的头发头部不能外观啊。有谁有比较多的高等力战吗？我有啊，可是如果是等魔物，你打不打？打、啊，如果他有三星难度的话，有啊，好、啊，有吧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、喔，我选中三哦、喔。我看。啊，可是我好像都是，哎、欸，我删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哇，怎么有那么多？刚刚都没删掉。我把毛细龙删了，重开。哦，好吧，五个奖励的全部都是两人。留给我，谢谢。我有麒麟鸣波，我看有没有比较。麒麟鸣波真的是。战痕黑狼。啊，不对，那是两颗的。啊，战痕黑狼两颗，它比较废。哎、欸，那只有古龙是三颗哦。古龙、暴鳞龙、暴鳞龙、恐暴龙、金狮子都是三个。一 rank 排序，因为难度高的话，珠子会好一点。不能说一定啦，有几率好一点。你想挑战这个吗？还有内战金银火也是三星。来啊，你接啊！我这个很刺激哦。哇！Yeah. 没有，你先看一下这个。你吃的是怎样？你们吃？我怕哈、啊。什么东西？我没得怕了，接啊，来啊！我的发！我的屌是不是？顺便打素材、啊。真的哈？我就没得怕的。我有啊。你有是不是？有啊，我最怕了。你最怕了，真的，哎、欸，猎魂怕爆。刚奈斯说他有什么？他说金银火龙也是。金银火。啊。哦。承接。调查。想说怎么只出现一个上位的灭尽龙？发生什么事情？哎、欸，这剩一个帮我打掉好不好？好啊，我就接啊，我们
接着就打。鲤鱼龙。好。没有啦。怎么可能会是鲤鱼龙呢？鲤鱼龙我也打，我缺素材。真的假的？来吧。Nice 先进来垫补位吧。好。直接一个取代。我看解超那个标志有一张椅子，黄色，那是什么啊？你在讲什么？等一下，你讲话有点被吃掉音。就是节操的那个名字，那个武器那里不是有个黄色，好像一个椅子那样的一个图案。节操的吊是有椅子吗？还是什么？没有，那是按 R， 是看名单那里。他的武器不是有个黄色？等一下哦，成员清单嘛，节操。对。哦，你是说右下角那个吗？对。那挂机啊？那挂机啊？那发呆啊？挂机。那个是一个椅子。对啊。就是他坐在椅子上还是干嘛挂机吧？没有，哎呦，不见了，动了、欸。节操。啊？你回来了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没事的。我们在研究你刚刚怎么移。有个类似，就是以前我们闲置会有个惊叹号还是什么的，减号，哦，减号，禁止通行。好了，你怎么洗澡洗太快了吗？啊，有很快。我出去买个饮料回来你就洗好了、欸，还好啦，还好吗？你也是啊，你也是是不是？不好说，我和公不好说，不好。但是上次他跟我说要去洗澡的时候，我去装了一杯水回来，他已经坐在位置上。屁嘞！更换装备。屁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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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更换装备。哎、欸，进来哦。那就 ESC 有一个变更离席，同时按下去就变那个椅子了。ESC 里面有个什么？它会有按 N 啊，它会变更哦 N 变更离席通知哦，对啊，椅子啊，就是告诉你我不在位。因为刚刚奈斯问说为什么你有椅子可以有，奈斯你去换，不知道，也不是叫你换电脑哈，感觉这是电脑接触不好的声音，换电脑啦。直接讲，一律建议换电脑。反正有任何问题，一律建议换。一律建议重开机，重灌。好了，走吧。重开机不行就重灌，重灌不行就换电脑，就这么简单。是。啊，你们的步骤好多。嗯，感情上一律建议分手，一样啊。一律建议结婚。你有玩碧蓝寒线吗？啊，没有，我有序号啦。饮、哦、料上有序号，虽然都是送垃圾。冰咒大金，跳跳跳跳跳，别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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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冰咒龙大金，跳了跳了跳了，不要打了。啊，我不懂。啊，我不想打、啊。我看一下，我记得那天我就是打大金打到迟到的。对啊，我有大小金了，打吧。对啊。我记得我的大金也是打这个来的、欸，哎。哇，出门就看到了。冰咒龙。哦，我忘记。带劲。可以崩。一级棒。哎、欸，他们都出来了。哎、欸，看，对啦，就是这么大只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这是我的大劲。好，冰咒龙。好民族哦。你们不要来啊。来，然后我特地还把我的防装设计的跟武器比较相符。蛮热龙的外观、啊，那个是金狮子的、啊。下来啦，下来啦，下来啦，下来啦！啊，不就黑，就蛮热衣服那个黑狼鸟的裤子啊，很多人都这样搭、啊。对啊，比较蛮族的感觉啊，配合金狮子。好了，我上喽！啊靠、哦！好高，好大只！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！我下来，我下来，我下来！好高哦，没体力了啦。啊，没有，那天是小金的，一样是这个任务的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我那天是探索遇到，然后这个是大金的任务。我戳不到他尾巴、啊。
着。太多了。同一下哦，我开始吃 buff 哦。可撞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江江上次不是跟你讲长枪雷鼠都是垃圾吗？对，这一把嘛，这一把无敌了。好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阿强啊，这个就差一点点也不允许哦！我靠，你们那个脚。哇、哦，好好好 K 哦，金狮子大锤好玩。哦，软点，我连软点。各位抱歉了，这场貌似应该是不能断尾啊，我有点抽不到他的尾巴。不会啦，把他打倒，靠节操了，把他打倒。的时候比较好抽而已。啊、我们要断尾，只能靠你打倒他了。我很努力，他头有点高。你也打不到是不是？要秒啊！他头又在乱动，就那打他脚吧。所以我在打他身体这几。打身体有晕眩值哦，没有吧？你骗我，只有不稳而已、啊。哦，失衡是不是？失衡啊，打头是晕眩啊。哎、欸，黄昏了，现在对黄昏很敏感哦，快点！低频前。哎、欸，我发现他如果把那个冰之铠甲可以站在他的那个上面戳他尾巴、欸，哎，还蛮不错。我这把伤害真的高好多、哦，打起来好爽、哦。哇，我也有感。我要插个麻痹珠跟毒珠。好，回归最初的感动。嗯，回归当时认识你的。口舌必毒龙。好，回去补子弹。好。开红哎、欸，有上面有那个。那个啊，我就逃哦，楼下有。刚才是不是有什么贴图过去？啊！哎、干嘛？干嘛？怎么了？他开了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？他突然，哎呀！哦，我想说，没事。这样子啊。可是他补子弹都补很久啊！啊？哈？你呀、啊？没办法，那个挺累。你看，楼顶过程。我来了，可以。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撞一次。我没石头、哦。我有。我下来了。我这是把那个堵在一个最可怕的位置、欸。哪里？看到了翅膀。我要冲吗？不行，你可以有可以了。哎，地层下陷，打了点，没有，没事，我差点要下去了。哦，断了，动尾了，就知道你行的。基于你。他在上面，哈哈，换子弹哦，换错页，我还没换页，完了，
掉下去了吗？回马枪欸，我只看到你飞出去，我是看到回马枪啊。对，我被他回马枪，他直接用只传一圈穿他这样子。我在骑车哦。啊！为什么？刚刚我屁事，还是被揍了。我只是在旁边招个武器，然后突然就被啊！等一下提醒我要换那个道具栏。好，又乱掉了。不是，对，这次是那个啦，攻击装的乱掉。哎呀，知道原因，上次就是都统合，以为想说都可以纳用，就不行。欸，如果真的勾到尾巴，然后我勾到尾巴，然后他刚好转向，然后头面对我的话，我就跟那个尖锐死一样，我会从头灌到他尾巴去。可以，你就变双刀了，真的。要死了吗？还没，还，欸，要了，要睡觉了，欸，要睡觉了。看起来很晃哦。我们刚爱困了，爱困了。我也没看到。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出现了。我没有。骷髅头。挖跨背。丢。我回来了。嘿。想坏坏啊！测试你有没有耐冲。想坏坏都被你知道了。坏坏坏坏，你坏坏，欸。其实那个黄昏的黄昏清晨设定也蛮合理的啊，因为我们不是抓水母抓到跑掉啊。嗯，哦，对啊，当时怎么没有这样想过？那时候没，那时候没有。太研究，那时候还不是生那个生物博士。对啊，现在已经是生物博士了。可以下我这边起来。啊？我觉得这根是死的哎，欸。对，那旁边旁边那一条，这条我记得。这一条是。对啊。它虽然是挡得到我们啊。是的就知道啦，是的就知道了，下回这个。哇了，对，给机来了吧。我听到那根掉下来的声音。是，我也听到了。上吧。哎呦，一直待到了。果然是死的。好险没有放在那根的后面。真的。到了。玻璃碎啦。你在讲谁？我说冰咒龙。哦。嗯。小心一点，比较敏感。为什么啊？你是说蓝色吗？应该是红色。哎呀。这么红的吗？死了，追去。哎，这个。啊，好啊，纯水晶啊，啊，是啊，他身上有纯水晶也蛮合理的吧？嗯，是哦。等下按全部出售哈。你又从现在离开，不要存档。啊啊！连大小金都没了。啊，真的耶。那说那妈说不好。这我这。这里哦，真的开利乐包开到会气死哎，欸！利乐包是不是？你利乐包不是先撕开，然后再往前搓吗？你说那个房子，那个搓不出来，对啊。
干，那个房子最近好像真的是越来越烂了。而且喝酒了，他的嘴巴会破掉。我上次就直接吃到一片纸。哦，我们常吃到纸的啦。哇塞，攻击猪哎，一等。对啊，我觉得刷这个好容易出攻击猪。哇，这好大。哎，我没更新哎，应该同一个 size。或更小。我看一下我的 size 多大。啊？你的 size 多大？我看一下哦，我的 size。3193毫米，好，你还我大金哦！这样不尊重我。那我接那个喽。哎、欸，哎啥？啊？江江 A 啥？啊啊！没，你接，要我多了一个。四奖励的物障四套，四个人，但是一次力竭。我有物障哎、欸，四个。我物障也蛮多的，对吧、啊？我剩下其他的，那个都是两人的，古龙都是两人的。哎、欸，讨厌呐！那这个有机会出大小金哦。来个小金。小金苍火龙有没有？已经有了。哦，大金苍火龙，因为小金不可能有那个比那个活动还小还小的啦。对啊，然后我们这下午才跟 HTT 讨论过，啊，因为我们遇到一只小金金火龙，可是我说没有比小金苍火龙还小，可是然后可是小金火龙家族最小也是15。零零多，所以苍火那个是特殊的。嗯，得死，就是生命保险。为什么没打到小金金火龙啦、啊？这么嗨的吗？他们打到啊！我只能从拉口的另外一面喝了，可是拉口另外一面真的材质有够差的、欸。算了，我把它撕开，用一个正方形。材质有个差。对啊，我觉得它另外一面没有辣。哎、欸，拖的有没有人要序号啊？我看一下哈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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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哎，有那个碧蓝寒仙序号，除的要讲一下，不要让人家已经除了，发现说怎么都被除过了。要有礼貌。长得黑了，容易爆炸。哇，33VPPPPLL， 这什么序号 ？PP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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， 看来 HTT 不想打了。停下啦，我在用区，停下啦。你又在用衣服了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我就走我的珠子找不到。错吧？哎、欸，那我要穿这一套。你今天无聊了，做出一套。咪咪啊，你为什么要盯着我看？外观设定。哒哒哒哒。呼叫整合。这时候嘴一下聊天室是死人了，不会打字啊。很准，没有啦。哎呦，又来打大小金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反正这四个这么恐怖的东西，我觉得会出一个金的啊。结果全部都在苍火龙身上啊，爽。安利美特在开狩猎音乐季的抽奖。虽然他是主办啊，那他是谁吗？哦，一名，抽一位而已。哼，太抽了。呵呵呵，吼吼吼，阿斯要开数了没？
对不起。哎、欸，你干嘛道歉？我已经按了，我以为我没按。你为什么要道歉？你为什么道歉？为什么道歉？你算什么男人？哎，聊天室都没打字，好恐怖哦！你们是真的把声音禁掉了，哎，好棒哦！他们把你当，他们把你当。你要说，现在只要打字就送什么东西啊？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两个大赢呐、啊！真的，我觉得下一场有机会出，加油！好，我们可以的。加油，加油！几号先打？啊？你在哪里？在绕跑。哦，在那个大平台上。那我们飞八号吗？哎、欸，走出去就好啦。那就大平台先吧，啊、那个红莲。爆雷了！满满的大平台。打阎王的那边是金火的。嗯。长火。长火没错。你一直讲金火，我一直没有小金金火。我有啊，好爽。小金金。小金金。他撒会，他撒会，我就旁边看戏而已。到底，好啦，放 buff 喽，要开撞了。你们撞，你们撞。好，啊，加有九桃啊，啊这边就有石头啊。这个、噔噔噔噔，哎、欸，好久没听到他歌了、喔，天啊！啊什么？噔噔噔，我一定要做一个设定，就是说。当我如果把耳塞拔掉，就可以听到 BGM 的声音。好，这个设定很棒。就我耳塞拔掉了啊，然后听得到 BGM 的声音。这个是什么地球超人的原理？交给你。翼龙脉卵。好，我啊。还可以再撞。我很喜欢撞。可兰斯。我帮你们到这边了，快点！我帮你签字，可兰斯。哎、欸，撞！啊，大，抱歉。对，这边是有断层，没错啦，不要道歉。啊，这……哎、欸，不对啊，我还是耳塞哎。哎、欸、靠！就刚刚没有存到道具。又没存到。不是啊，刚刚不是说要提醒我，结果我自己也忘记啊。大家都忘记了。看，聊天室不打字出去，怪他们。没空啦，写作业啦，看书啦，很多这样子啊。我不信，我不信。有啊，有人真的是挂着台看书啊。我说你最好这样子，可以有办法挂得起来，有办法看书。我绝对没办法。我也没办法，我是可以挂着剪片呐、啊，啊，可是看书我真的没办法。挂着剪片，你不会两个声音？猫咪，猫咪，喂，他怎么直接？啊，猫咪嘞？倒了。没有啊，直接倒了。他先倒了，猫咪还来不及反应。啊哈、啊，什么？你在上面吗？猫咪在耍废啊！是，还在那边吹笛子，嘲讽你，你看。快点骑乘啊！我怎么没看到你骑？只认骑乘哦，认卡不认人哦。限定骑乘哦。我死！你要死？啊？还谁？还好。噔噔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看，炸来炸去、欸，哎。